6800，这个有 RO 过滤耶，你要太，你这个还要换滤芯，你这么大一台要放哪里？这水量也可以放比较多了。这个我们可以喝一个礼拜吧？没有啦，这给你喝两天就没了。哦，这个还有制冷，顺热制冷，哇！所以你要冰水也可以。哦，难怪电解负滤水哦，紫外线杀菌，它有紫外线杀菌。